咱马吉卡呢，1883，1883呢，伊即问伊的即个果呀，哦，这个南瓜的叶片，这样算是正常吗？嗯，即马随着温度愈来愈悬哈，咱会当种的即个金瓜的即个品种呢，就开始要有所即个设限哈，就是讲，因为你过来拄到即个温度较悬，温度悬啊，有一挂即个品种哈，伊就无法多哈，即伊是无法多去栽培哈。伫金瓜也都看到，当下即个叶子有小花是即个银色哈，即银色的即个部分呢啊，即个品种上的可能哈，比如讲伊迄个叶脉啊，然后随着叶脉迄个所在是银。色的，你也看到银色哈啊，有的人讲这是不是什么银斑病毒哈？这一般来讲还不至于的哈啊，但是就是讲啊，这个银色这部分这是不啥要紧哈，就是讲你也看到有当下一挂这个品种上的这个关系啊，所以这种是不要紧。但是咱今麦较担心的是一新叶啊，这所在已经都翘起来哈啊，规个拢歪歪哈，这整个呢拢翘做伙哈。啊，这种情形呢，啊，有当下咱啊，这很容易翘起来，这爱真担心哈、哦。啊，这种叶爱翘起来，那像一地翘个一地，那像弯呢哈。啊，一般就是讲，伊温度上过头高哈，并讲这个品种，伊可能是较适合的这个啊，较凉凉的这个所在咧种。啊，你这个时阵较种呢，啊，伊冻未掉哈、哦。这有当下温度的这个温差。伊个翘起来，吼啊翘起来就较容易产生这问题，吼，这是啊，伫这个温度来讲，品种上先去检讨看卖者。一般来讲，西洋南瓜，吼，咱咧看到迄什么日本栗南瓜，什么圈圈叉叉加，吼，啊，加拢较容易有这款的一个情形啦，吼，所以啊，多少咱那是要啊小注意者，吼，就是讲伊是不是适合伫这个夏天咧种，吼，这点是相当的这重要，吼，所以先把品种这个问题排除掉，会看到这 QQ 各一个真重要，吼，有诶讲啊，迄、那个消长，吼，对一般来讲，多少阮拢会先暂时，吼，啊，卖遐悲观，吼，是。可能会先观察看卖，即因为当时啊，咱伫即个栽培过程内底吼，即、这个叶螨吼，即、这个红地毒啦吼，啊叶螨即堆的即危害，尤其即叶啊看起来拢啊吞吞吼，啊即、这个颜色无通讲真水真金啊，通常阮会判断讲是毋是即个叶螨红地毒啊，还是讲啊即堆的即个就是讲即个围攻红地毒白地毒哈，啊反正就是叶螨、神泽氏叶螨哈啊，大概拢是即堆的即个。危害哈，啊，这种叶螨的这个危害哈，啊，就较容易来改，这产生伊个食落了以后，会怎翘起来啊？会去翘起来啊，这就真容易去产生这款的这个情形啊。啊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伫咱啊，这种那是有小可看到了啊，乌身吼，金龟够一个吼，啊，够一个是这蚜虫吼，这个波斯蚜这种吼，这大概这蚜虫呢啊，真容易来改这产生，尤其四五月啊这段时间较无遐啊，较无遐热的时阵吼，这个蚜虫爱小注意啊，这蚜虫伊伫这个。心要吃到伊个嘛是会怎翘起来，但是通常咱会了看到有这种O N 吼，这种啊，伊个即个排泄物啦，还是讲伊分泌的即个泌乳啦，吼啊，所产生的即个霉烟病，会去看到这个部分吼啊，所以若有看到即个啊，就大概当去判断是即个蚜虫啊，你那是无看到即个部分啊，无看到迄个O N 吼啊，叶啊 Q Q 啊，可能就是即个啊，即个螨类红地毒之类。这个危害，哦，这通常是安尼，好，当然上无愿意去拄到，就是这个病毒，哦，这有时啊，第一波适当的这个时间，哈，啊，就真容易来改产生这个病毒的这个问题，哈，啊，这有当时啊，哈，其实。咱目前这些金瓜哈啊，对这个病毒拢无抗性哈，这包括尤其像日本迄什么啊，伊家你讲哦，这因为这边特别该取一个名字，上面北海道栗南瓜哈啊，实际上伊就是无爱和你种较早，其实较早的种一个 A。但是伊的对这个病毒一点啊耐受性拢无，所以伫迄阵足够着这個。
感染哦，啊，所以就就容易种不起来哦。啊，所以咱即马真济好朋友讲哦，安尼就种即个高雄改良场的即个品种哦，啊，即可能咱台湾的啊，就加种较早哦，即啊即种。种较早的这品种，但是这类的这个品种，伫咱这个平湖这家家吼，比如讲高雄一号啦吼，啊，啥物这类的吼，这啊，伫平湖这边因咧种的时阵呢，啊，迄、那个时间点人因就先做后边。虽然伊是中国南瓜系，但是伊就是啊，伫较强风迄个时阵啊来种，啊，所以这物件伊就种起来了吼，通常就是讲啊，伊会较慢吼，较慢一点嘛来。啊，来采收吼，所以啊，一般伫传统吼是这款的这情形，所以可能咧种咧对这個病毒要较无啥物款的这個、啊这個、问题，但是即马吼啊，你也是讲甲种起来呢啊，这個、品种实际上对病毒呢啊还是有一点点耐受性，较无遐尼好，这大概拢差不多吼啊，所以你也是讲要种，当时爱小注意者吼，虽然讲伊是中国南瓜系，但是即马算出来这啊确实伫这个，所以咱那是讲去拄着。制度也在啊，这些物件吼，这有时候也是有一点点啊，这个困难哦，这确实吼，确实呢啊，是有这种的这个困难度，就是讲你一定爱选择一个适合去种种的这时间吼啊，因为这些品种呢啊，一般就是讲。也口感还不错啊，但是呢，并讲像高雄算出来这几支哈啊，这个果肉上还不错哈啊，但是有可能较麻烦哦，较麻烦的这所在就是讲啊，你嘛是爱注意伊的这个啊，这种病毒的这个感染哦，因为是。大多数拢无即个抗性吼，即大概咱目前伫经过即部分吼，啊，你讲对即病毒即耐受性，我看拢是相当的即困难。如果是讲啊，伊成长的速度较紧啊，一寡即病毒呢较无容易去对一对掉安尼呢吼，但是基本上即个部分拢爱小注意者吼，啊，所以咱好朋友传开即种伊个小啊 QQ 吼啊，大概有拄则讲的一种三种情形吼。这个土壤的这个温度上过头高，这和品种有关系。啊，搁一个就是啊，因为咱这个许个感染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你其他许个正常，啊，干呐，常常呢，啊，这许个就翘起来，啊，这通常这个症，你也是讲缺钙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袂遐直接，吼、哦，伊会慢慢啊，吼、哦，这个那是缺钙，拢是渐进式的。啊，这个、部分来讲，伊看起来就是足紧常常，这有当时啊，就是这个啊，夜盲，还是讲啊，对红低度这类的危害，啊，所以你可能爱为这方面来。处理啊，个这就是这个病毒哈，这病毒呢可能啊、是无法度去避免掉的这问题哈、哦，所以为这方面呢，几行啊阿小来解这了解看卖者哈啊，咱有讲过病毒咧判断的时阵，通常就是咱喷一点点啊之类。有数哈，大概200倍到300倍，一般是用300倍。啊，你甲看伊出来，这个叶啊呢，有正常无？就是讲伊较细叶不要紧，但是出来有安尼 QQ 无？啊，那个出来个 QQ， 哇，安尼大概呢啊就可以肯定呢啊，应该就没有办法了。好、哦，对，当真肯定知影这是啊有问题的这物件呢，哈、哦。